我今天健考成绩出来了，我记得可以，是爸爸妈妈。我来，大声告出来。我考了倒数第二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倒数哪里不好？为什么不？你每年跨年不用倒数吗？你五四三二一就耶！我告诉你，因为从小没有人告诉我，钢琴跟小提琴回家是要练的，不然我自己就会。